慧颖跟他一起学习防身术，我们讲过很多女子防身术的内容了。当然女子防身术，所谓女子防身术，其实男子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比如说在地面站的时候，当对方把你打到地面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再讲这个，就是女子防身术在地面情况下。但实际上我们在讲之前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尽量不要去那些危险的地方，不要让危险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这才是真正的防身术的核心。当你已经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这只是最后救你的办法，能不能救你不好说，因为如果说你已经被人家摁倒了，那么你可能存活几率是很小的，这要取决于对方有多狠，而不是取决于你的技术有多高。而且你了解的一些技术呢，也不一定能够在当时用得出来，所以我们还是强调说尽量不接触危险。当你接触危险的时候，这个办法可能会救你。那么我们再讲一下地面的问题。上次也讲过了，如果对方把我推倒了，那么我倒地之后，不管是他打我还是说像强奸犯或者怎么样做这种动作，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样保护自己，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第一个是他冲过来控制住他，第二个距离是在这儿控制住他，第三个距离是起来控制住他。但是你会发现不管我用哪个距离哪个方法，这个人没走，他还在我这儿。如果我治不了他的话，我还是有危险。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个事儿往后一点，我们现在讲一个怎么才能从这个机会里跑出去。如果我一直这样对着他的话，我把脚搭起来这样对他的话，那么在格斗中，地面格斗当中，我是占便宜的，或者至少说我不是劣势，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但是街头防身术存在一个，我要赶快离开这里，所以我需要让他从这个角度消失掉。那么我会把这个脚这样顶在他胸口，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抬手，不是这样顶在他胸口，这样他一扒拉一脚就过去了，那你就会很惨。是这样的，扒拉不开你的脚，顶在他胸膈膜上是最好的。那么身体注意伸起来去搂住他的领子，没有领子怎么办，随便抓一个衣服的角，抓一个地方领子搂住我之后，不要把手这样伸着，这样伸着是没有意义的，贴近自己。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比如说强奸犯或者是暴徒啊，在这个姿势强奸就不实现了，因为你腿挡着。那么通常暴徒会想办法把你压回去，这是最常见的，就是把你压回去。实际上你要随着他这个劲往后倒的话，他就跑到你的腿上了，就跑到你的腿上了。那么我这只脚放在地上，放平在地上，我只要把那条腿踢出去，这边这条腿踢起来，我就提到他身上。提到他身上之后，注意怎么打是个学问，其他身上这么打不好。这更好的办法是做裸脚，但是裸脚需要你一些技能，需要你练的一些技能，所以你可能不会做裸脚。那么你需要怎么打，看，把身体坐直，拳头背对着自己，肘尖朝上，拳头朝下，不要低头看他，向下这样砸。如果你这么打他的话，他一挺胯，你人就扔出去了，扔出去就骑上你，你可能就二次再没有机会了。所以不用看他啊，这个时候他如果挺胯的话，你还得再坐下来再打，打几次之后就要想办法逃跑，因为你不是在做地面战，你是在逃跑。所以一二三四，还有一种更狠的打法，这种打法会使他一下就 KO， 用肘去往下打，不是这样打，也不是这么打，磕头。所以我不能用它做，但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你会做的话，用肘打是这样打的，不要用肘向下打，而是拿起肘之后向下，这个手放在他头前面扶着地磕头。我相信两下，即便对手用手防着也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你的方法，我们再重复一遍啊。当对方把我拉倒的时候，我如果能够这么控制住他，我现在这么控制住他，当我到一定程度之后，把这条腿插进来，当然你先分开腿，然后插进来，脚还在勾着他身体，搂住他，别着急，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这样你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他还控制着你，所以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支点，侧身起来，我整个身体是侧着他，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是这样的姿势，然后如果他往前扑最好了，
如果他不往前扑，看我坐起来拉住倒回去，有的时候对手不往前扑，用手就做，用手生拉他是拉不动的，我用腿踢他踢不了的，我想把他踢倒踢不动的，因为他很结实，坐起来向后倒，坐起来手肘都收着，然后你再整个身体往后倒，你就把他带起来了，你只要发现带起来了，这条腿往回扫，这条腿往那边踢，你就结束了这场战斗。然后你要站起来逃跑，而不是要跟他地面纠缠。那么我们再说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你倒不了的。当你去拉他的时候，当你起来用手去拉他的时候，当你起来把他拉他的时候，对方把腿劈得很开，这样你拉不动，你想拉也拉不开了。那我们怎么办？保持支点，踢大腿，不要往后踢哈，往后踢是踢不动的，因为它跪着，向外踢，向这个方向踢，一样打，打完之后一样还，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就是防身术在地面上一个基本应用，不管你是女士还是男士，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前提是，其实你要找一个人试。你看起来我讲的很简单，实际上你会错过很多东西，你需要试，试完了之后你才能掌握它。那么今天的防身术就讲到这里，希望你们也多关注一下影子侦探的各种视频，还有微博，还有我们的扫一下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武士道场的这个公共账号。我跟你说啊，这是上礼拜他采访我来的啊，你看着说可千万揍我，你知道吗？啊，还有这事儿啊？我，你得捧，得捧，不能，千万不能说真话。真的假的？我往死里打，你知道吗？上，我就去。哎，来，你快去，你先去，注意啊，好好说，好好说。视频里出现了很多，就是名人啊，都是我好徒弟。哎呦，不敢说，不敢。你说一下那个，就是，他也说过了啊，就那个，你在这个视频里看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你说那个，你在里面英明神武，侠肝义胆，铁汉柔情，哎呦，简直太帅了，特别好，好多网友都说特别喜欢你啊，这个，你知道吧？我能上这个节目，感觉特别荣幸，感谢 CCTV， 感谢 AETV 等等，你知道吗？这个，哎，这感谢之情溢于言表，实在是说不出来那个。我跟你说，还有很多话想帮忙，你得解决一下我跟他找不到对象的问题。